论有一个疯狂喜欢三六的女朋友是种什么体验？沙发上的三六家族有这么多，他们坐着我坐哪？不想坐你出去。卑微老谭，玉桂狗汤圆，玉桂狗包子 ，Hello Kitty 馒头，水果蛋糕。怎么连饭都是三六的呀？爱吃不吃？床上也全都是库洛米跟玉桂狗，这是啥情况？今天晚上他跟我只有一个人能睡到这。那你走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在这个家就没地位了，我得想个办法。你嘀咕个啥呢？哎呀，没有没有，你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？打耳拱。打开看一下。打耳拱的玩偶。好配饰。打耳拱的项链你在哪儿买的？我在得物上面给你买的，得物上面小众百搭的配饰特别多，而且价格还不贵，点旁边评论区就可以买同款，还有优惠。我给你挑的这个可是三六正版授权的大耳狗的对开门礼盒，还送了个狗哥挂件，1:1还原了狗哥的形象，925纯银材质，还不易过敏。你看狗哥还有腮红跟皇冠，5厘米的延长链设计还可以让我自由调节长度呢。我还给你整了3个库洛米的，可以换着戴，你肯定喜欢。18岁男朋友全款为我拿下玉桂狗库洛米手链，钱嘛，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